现在呢，大家都开始复工复产的时候呢，很多人会担忧，那么我们现在复工复产是不是足够的安全？我们现在的新增的病例，目前看起来都是，就是本地的病例都是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复工复产的安全性应该是在国际上应该是复工复产的安全性最高的一个地区之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你如果不复工复产，那我们该什么时候才开始我们的工作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大家其实还不要担心。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复工复产了，大家感觉到好像在放松警惕了，其实没有，是我们目前的一些就是对疾病的控制的重点，我们转向了一个防输入。